刚刚去了这里那里这里那里这里那里，买了我最需要的一些东西，包括现在在拍我的这个相机，所以回家整理一大堆衣服啊。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的一些乐器，不想回家。现在情况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回去，大概两年 ，no 一年半两年，好期待。可是担心隔离的时候到底要干嘛呢？好像是三周，然后刚刚就买了一些我隔离的时候需要的一些东西，明天要出发，先到上海，吃完这个回到家要整理全部衣服、乐器全部东西，一会儿见。欢迎来到我的 Big Mess。OK。一定会吓到的。哦，这是我的乐器啊，我的那些。在隔离的时候，要把我的房间做成一个录音室，所以我买了一个 Wow 的麦。到机场要这样抱着他，把他保护像一个 baby 一样。现在呢，买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从英国大力出奇迹。好奇吧？这个不是为了隔离，是为了你们。My weapon， 这个是一边弹钢琴，然后唱歌的时候要用的，新定做的。My logo here， 要带的，他一定要带。这个也带，你也要去啊？好，你也去。鼓呢？不能带，不能把你带走。我会想你的，我一定会回来的。OK， 这个一定要带。Like this. 太累了，搬家。终于，整理好了一部分。几个小时以后，在机场见。到机场了，哦 ，I can fly。Are you feel tired？ Never tired. I never sleep. I never stop. I'm tired when I die. 太累了。要到上海，出发。OK， 到了酒店，我其实过得挺忙的。首先整理了全部我的行李，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花在做这个 studio， 我把全部我的机器啊这些都放到一个大盒，就是这个。这些线全部是我一个一个这样插上去的，然后现在呢，我还没有试这个声音，所以今天要跟你们一起试这个声音，也是我的第一次听啊，这个麦的声音，给你们一个背景，这个麦呢不只是贵，可是真的很难找，所以我这一次真的很幸运，很多时候呢。这些机器我一插上去，我会爆的。哎呦，我害怕，如果爆的话那就完蛋了。一二三，哦，好，
OK， 没报。Please， 我掉了。哦，帮我下个家，不要紧。Yeah，Please， 一定要有声音。哦，嘿，哦，耶耶。哦，对，你们听不见。啊，要怎么让你们听见啊？因为我这里没有喇叭，你们听不见，你们可以想象，有办法。我用另外一个相机来拍 ，OK， 等一下 ，OK， 你们听得到吧？找办法了，我把这个线把它就放在那个相机里面。因为我刚刚是用我的手机来拍，没有问题，是有没有解决的方式啊。Yeah， 呼，嘟嘟嘟嘟嘟 ，Yeah， 听得见吧？这个就是这个麦的声音，这个麦的声音很厉害。Yeah， oh yeah， 多想陪你走过每一天。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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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试一下吉他声音。这个吉他呢，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声音太好了。哇，这个就是那个很多电影音乐都是用这种声音的。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is there something more?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因为我在那个酒店，在隔离的房间。旁边就有人，所以要很安静。哎，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唱啊，比如说你是。In the shallow, in the shallow. 所以我把你的声音已经录好了，你听一下。In the shallow, in the shallow, in the shallow.这个太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音乐，真的，哇，你真的是宝贝，我的 bab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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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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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来，我的宝贝宝贝宝贝 oh， 宝贝。宝贝，宝贝哦，耶！哎，各位朋友们，我是 DJ Henry，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今天的任务都成功了，麦出了很漂亮的声音，吉他也出了很好的声音，这个整个那个 system 没问题。OK， 那就先这样子吧 ，DJ Henry。From where we began. I want to stay by the sea, watching it turn into red. Sit down with the people, listen through their songs. Move
slowly rising. I see the trees are moving. Sky is brighter. 歌礼结束了耶！各位朋友们，歌礼终于结束了，直接来到理发师这边，因为歌礼的时候头发太长了，也要整理一下，有点舍不得啊，那个房间，房间，我永远会记得你的，谢谢你啊，带给我那么多新鲜的感觉啊，那么多快乐开心，我会想你的哦，拜拜。